啦，欢迎光临！我们这是英雄时刻，接下来介绍就这个卡梅莱达 Keys 的 Sound Core ID Set 01 的 Keys 的那个有声的 ID Core 和 ID 核心。我们就看到 Keys 的 Magnum 下半身不知道是不是 Boost Talk， 然后 Tycoon 的 Ninja， 然后这边有台词是啊 ，Coco Cola 的 Highlight 的，やってやるよ。退場した人たちを蘇らせるために。然后跟我们后来 Kewa 所做的事情有一点让人觉得不太一样的。然后这边写的是俺が世界スターになっている世界浮世絵師。然后退場したすべての人たちが蘇った世界桜井 Kewa。这是他们愿望，用在 ID Core 上，好奇妙。然后这个后面就跟你讲他的台词之类的，然后跟腰带联动就会有那个很新之类的台词，我们就打开。有这个，他直接这样装哦，哇塞，他里面什么都没有啊，他就是单纯的盒子加上，他粘住了，他粘住了，他这个装的好简单哦。而且居然是直接靠这个直接撑着，哎，太可怕了吧！这个 DGP 的许愿版，然后黑白分身，还有这个烫金的，啊，这个是 S 的，然后这是已经达成的愿望，所以写一个 down。这个应该就是 Kewa 的，啊，这个没有达成，Kewa 的没有达成。这个 Kewa 的没有打成，哦，这就是 ID Core， 感觉起来比原本的还要再更厚，而且其实装了那些东西嘛，应该这么说嘛，就变重，因为它是有一个壳的，它变很厚的感觉，然后按钮就是像这样的感觉，然后变得很重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知道怎么打开？因为不打开的话，它里面有一块那个，直接就这样错开了嘛，很好开呢。他说，哦，这里按钮在这里，有两个小凸点，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按钮，然后拔掉，它就会有。但是我需要它的说明书之类的东西，不然根本不知道它台词什么。然后重很多也厚很多呢，那原本的 ID 快来看看。哦，这个是原先的 ID Core 啊，厚度高了一大截，好厚哦！啊，这边高了这么多出来，然后几乎都是这一块，为了装电池的这块是高出来的，要不然就是空壳。然后涂装的话，其实应该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它因为里面有东西，现在看起来比较暗。然后这个也看起来变暗了，要不然也是差不多的，而且涂个黑色而已嘛。那我们就先把它拔下来好了。那个，但是它可能要找一下说明书，要不然不知道。到说明书做，就先把它的绝缘片拔掉。我猜它这个装下去之后，它应该很容易按到按钮。按到了，真的按到。我们来先来听地址的。Star of the Stars， Star of the Stars， 他的第一句超级长的名字在这里。諦めない限り世界は変えられる。こんな世界は終わらせよう。もう一度やり直すために。さあここからがハイライトだ。バカされたな。始まるぞ。新しい世界が。戦わなきゃ世界を変えられない。盛大に打ち上げだ。最後に勝つのは俺だ。狐は人を騙すって昔から決まってんだろ。誰かを蹴落とさなきゃ勝てないような奴に俺は負けない。守ってやるさ。
理想の世界を叶えるついでにな。理想だけは忘れるな。思い続けていればいつか叶う。必ず勝ち抜く。そう信じた者が運を引き寄せる。まさか俺まで化かされるとはな。这个好像就是大概大部分前半段的台词。俺は浮世絵です。スター・オブ・ザ・スターズ・オブ・ザ・スターズだ。然后就回到第一句，自我介绍。然后长按的话，大约三秒会有変身。好，我们换 K 娃，有十五 G 啊 ，K 娃也是十五 G。ま、楽しさが世界一。俺はまあ、世界が平和になればいいなって。え、俺タヌキ？命がけで戦うなんて無理でしょ。お、ブーストバックル、ラッキー。世界を変えるには戦わないと言ったでしょ。俺は倒れないって。世界の平和を守るってのは簡単じゃないな。君のおかげで大事なことに気がつけたよ。こんな俺でもやれることがあるはずなんだ。俺の願いは対象した全ての人たちが蘇った世界。みんな今助ける。やってやるよ。退場した人たちを蘇らせるために。タヌキだってやるときはやるんだよ。好，回到第一句。俺は桜井慶和。みんなよろしくね。然后他按长按也変身。変身。那我们来召唤妖怪，马撞上去。你启动电源。这还蛮容易按到的。変身。就这个。就完成了 S 的变身。话说他这个秃秃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容易被卡到。他的设计应该已经有尽量闪了吧，要不然也不知道会不会很容易卡到。然后换 K 我再看看。刚进去真的很难按到哎。拿出久违的 Ninja Buck。有时候拉的会怪怪的。这个装进去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能卡到。真的很容易会卡到的感觉。这个应该比较不会卡到吧，这一个。这个真的是不会卡到的。那换另外一个 Mark Two， Mark Two 这个就，这个就不行了。Mark Two 就不行了。那我们拿出这个 Giz Nine 的 Mark Three 的，啊好 ，Mark Three 就不行了，所以就算变成 Mark Nine 也还是不行。所以他真的是前期
工前期使用，它后期的通通都不行。你只能用最一开始的 Magnum Boost 这一种的，可以让它好好的隔开的。所以果然做太厚了吗？只供前期使用，所以台词只有前期。那就真的 up you。任されたな。这句话也配得太好了。